对，非常的示范的非常的精准好。要回喇叭，洪崇彦当街上铐遭逮。如果你依照什么法令要抢我手机？你依照什么法令要抢我手机？台大哲学系五年级学生洪崇彦昨天上午在汉口街与馆前路交叉路口被四名尾随的世刑大侦查所当街上铐逮捕。台北市刑大表示是查办上月十一号路过中正一事件，洪崇彦四月下旬经两次传唤不到，检察官上周五核发拘票，只是进行逮捕，并无无法或恶整。至于没收手机，是怕洪崇彦打电话煽动群众情绪。洪崇彦昨天事先到中正一分局参与捍卫民主还我喇叭行动，要讨回上月28号占领忠孝东路时遭警方查扣的两个喇叭与扩大机。还我喇叭花行动小组约70人，现场还有一名润滑裔男孩小博对假洋剧口交，讽刺警方需要好好调教，不过动作太过猥亵。现场女记者纷纷转过头去，甚至有路过的妇女大骂没水准。中正一分局侦查队长周玉文表示，当初查扣喇叭是预防煽动群众的情绪，暂为保管后双方早已约好归还。洪崇彦经北市保大讯问后，傍晚依违反集邮法、妨害公务等罪嫌移送北检复讯，现场又有民众声援，最后洪崇彦无保请回。动新闻台北报道。